最近台湾全岛全在防疫，基本上全在家中，没地方可去。去的地方也是带小狗出门尿尿，在附近逛来逛去而已。现在是夏季，在附近闲逛时。蝉鸣四处的啼叫，蜗牛上树，真是使人非常的愉悦。夏季的音乐就这样展开美妙的音乐，就是这样如此的愉悦人心。可可，当看见池塘的鸭子在树荫下那边乘凉整理羽毛，在那度过田园快乐的生活，真使人羡慕。而且还可以看见松鼠跑跑跳跳的。松鼠与鸭子们一起示范用餐。没有人们的吵闹声，一切只有大自然夏季的声音，使得人们在这个环境中是多余的。大自然的生物就是如此的快乐美丽，我们人类没有影响大自然的话，大自然就会展现出它超级美丽多样化的生活方式。